연결되었습니다. 네, 여러분. 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땅땅라땅땅땅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따로? 野马好像也不行，看看野马，野马上单排第25，不过还行吧。我玩这几个上单胜率都还可以，就上单卢仙胜率低一点。现在阿卡丽卢仙讷鱼刀锋胜率也低。 看看这刀锋一级学个啥啊？74点呢？完了，我他妈没开加速器，我没开加速器怎么上的韩服？这韩服有病啊！我没开加速器也让我上啊？我现在开来得及不？ 不行，前期不能掉线啊！不行，6级得杀他。这不闹呢吗？怎么没开加速器呀？好卡呀！你跳屁，希望别给我3分钟掉线就行。 接受，打了个1换1。 稍微让这刀锋卡的有点难受了，把 BGM 关了，开始杀人。我能差他1级半吗？1级半。 干不过他呀，他整个红，你说？哎，这也能E到我？我以为我在这儿，他E不到呢。他怎么往这里E呀？Help me 呀，兄弟呀！我这线卡的，我这实在是太难受了。 打他个闪现也行啊，闪现没打出来。我们现在上路基本上就是已经小炸的状态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打野挺烦人的，这种兵线赶克我挺讨厌的。我现在要控兵线。 他100%会传送。
看啊，他百分之百会传送，一定别让他耗到血，他已经六级了，像个鬼一样，还行吧，拿个双刀来。 这我没办法，我满血塔下他杀我，硬杀。没事，我们家是优势的，人马一会儿来帮我抓他一波。 我不升六，跟他有点打不了。等我们六级的啊。 刀锋塔下有兵，不太好杀。哎，挺肉啊，1200多滴血呢，差半级。哎呦我操！ 没事，我们回家，这样出啊，这波，让他推，没事，我们赶紧回家补装备。 下边他应该没闪，试试能不能杀他。龙他们家。哎，你说你们这有大跑啥呀？这有什么好跑的呢？ 他在攒被动，先攒吧。把他放出来啊！他的兵线一定是往出推的，把他放出来，别让他先手一着我们，要打我们先手打他。 让他先手一，我们不好打。
你来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碰一手。哎，这线儿怎么进塔了？我天哪！可恶，简直可恶！把这波兵推过去啊！哎，我真是服了，一换一不亏这波。他们家女警过来了，这边下路支援的有点快。那刀锋马上三下。但是他没鞋还行，现在唯一庆幸的是他没有吃掉我的塔皮，你知道吧，他虽然说杀我几回，但是他优势吧，哎呀，不算太大，也就一般般。里外里才也就300块钱。三下了。我们跟他装备差的穴位有点多啊，不是那么很好拼。差了能有20多刀吧，等一等，等人马出来。救一波，这救个屁，这必死。女警上来，刀锋上来吗？等一下啊，如果女警上来我们把女警杀了。
可以上，还行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嗯，这不是有炮车，下条小龙2分钟刷还行，我们不用着急，下条小龙之前把这三项出了。因我就打个蛤蟆去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已经小无敌了，小无敌。那刀锋差了20刀左右吧，差了20刀，差了一个人头，一件一个小件儿。这女警怎么又跑上路来了呢？旁边有刘头，有没有跳弹？有刘头你也不好使啊。这老头为什么给自己大招啊？来打小龙，他们肯定去打峡谷了，我们把小龙打了。谁读书了？小绿人呢？小绿人6-0啊！我看俺们家这老头可能不太会玩啊。破败刀锋布甲鞋，我们也得要布甲鞋，但有点太拖了这。不用回家，在这等。那卡特打不过我。
看看这位置还有谁过来收线啊？倒数五秒钟，如果卡特没出来，说明卡特回家了。卡特回家了，我们把上塔推了。我能杀他。回家补装呗。先把皮孩出了吧，都跑得太慢了。你唯一去单防刀锋吗？回家出个小木锤，然后我们下一波应该是要打小龙啊。我想想这团战怎么开。杀卡特，女警不用管，女警现在没有伤害，女警点我基本上点我20枪可能才会死。保一下维恩，帮他把卡特杀了。卡特现在没有沙漏，千万别让他收割起来啊！等他有沙漏了就不好杀了。没有眼儿啊，这不小龙了吗？耗我血，耗的可挺恶心呐！我就吃个纸。不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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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后拖。这银马怎么死的？波色大哥啊！这个这俺俩稍微出了点问题，这意见你知道吗？下回你就自己上去顶去，你别让我给你扛，你就自己往脸上撞，行不行？稍微咱俩出现了点分歧，你知道吗？
老头本不应该死这一把，老头老头很难过呀，老头本来一把不用死。不过这老头玩的确实是一般般，玩的不太好。跟团走啊，现在不能单带，现在单带要输，我们家没有传送。刀锋传过来了 ,TP 的。都杀你姐，他不行。兄弟们，人马！大龙打不打？你说这老头大给的，你瞅瞅，你瞅瞅他给的，他从来他就没给多个人，投降了。